围棋天元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欢迎回来。那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许家阳九段对阵龚子豪九段的另外一盘棋局。他们俩其实也是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啊。龚子豪的等级分也很高，然后许家阳呢是除了他成绩非常好以外啊，他的这个下棋比较慢，善于读秒也是他的一个特色。慢洋洋。对，现在看到就是龚子豪九段，对。他们这个好像布局是对手就是并排而坐，这个对也是很有趣的一个体验。就是我虽然跟我的对手呢都在同一个空间下，但是要下的是这个线上的棋。当然这两年的疫情，可能高手们对于线上比赛也呢也比较习惯了。对。好。妥嘉熙九段。对。然后他的对手呢是谭笑九段。确实像现在疫情下能够有这种比赛呢，棋手们都非常的珍惜，也是非常好的以赛代练的机会。当然确实对着屏幕下棋总归是跟这个面对面呢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这个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孟泰林，也是很受欢迎的解说嘉宾。然后他的对手是范印八段。我们的泰哥很注意，很注意防疫，对，戴口罩，是的。因为可能下棋的过程确实比较长时间啊，就是如果一直戴着口罩，可能大部分棋手会觉得比较闷。那当然也有这个比较注重防疫的话，可能就会一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另外一盘棋。对，这盘棋的话呢，两位棋手也都是，应该说相对年轻一点的。对，一个是98，一个是99年的。然后上来黑棋选择了一个对小目大跳，这个好像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开局。就如果下对小目的话会形成这个，对，挂角白棋挂，黑棋就一飞。白棋直接逼过来了，对，这是战斗的欲望好强。就可能普通的话是自己拆，但他现在觉得既然你这个地方有一些借用，我就把子效提高，这很积极的下法呀。对，然后黑棋的选择也比较有意思，就黑棋当然也可以选择打入，就跟白棋作战，但他觉得呢这个点角也很诱人，扎实啊，好掌握。对，还是有角点一个没毛病。对，好像基本上是说你无论什么时候点三三啊，就不太会受到差评，就是你可能亏也亏不到哪儿去。对，就先点个角。然后一般这样的棋形其实好像现在也很流行手角，就相比于什么拆边，你无论是高跳还是低的，总之守一个是很实惠的一手棋。实战它是小飞，小飞手角，坚实。然后黑棋也一步一个脚印尖起来，白的拆三。对，这两个交换也算是一个双方均可接受的。白棋拆在这儿呢也比较厚实，挺简明的。黑的好像企图把这个局面下的比较漫长，对，黑的下的很稳，但这个尖也很稳健。本来黑棋有可能是保留一些从这一带加过来呀，或者上面加过来先动手呀，黑的真的是很扎实。对，而且下一手也体现了他的这盘棋的一个策略啊。他还是就这步可肯定是大场毋庸置疑，但总觉得如果是进攻型的棋风可能会先在上面动，或者说从这人家已经逼到这个家门口了。那这个你不怎么加他一下是吧？对吧，就给点反应嘛。该战斗战斗了，他这个不为所动，确实是这个很稳很稳。我刚才说这个许家阳下棋慢，这个叫他慢洋洋，这盘棋体现出来的招法也有点稳扎稳打，很扎实的那种感觉啊。对，就是那种不急于出招，不耐心等待，完全不急，感觉棋木半贴木压力负担不大，完全不着急。对，那反观白棋呢，就是我刚刚既然我直接逼我都觉得不怕跟你作战，那我现在肯定更要追究你的棋形的问题。白棋很积极。对，就白棋可能本来自己不一个，对对，就这棋形我觉得我自己来一个，我也挺开心的，很爽，这棋形多好啊，这棋形就高低搭配错落有致的，这很宽，效率看上去就很满意。这个还得继续来
对，他当然顾子豪的棋风呢也是以力战而著称啊，他也是力量比较强的。这里的定型算是一个基本图，然后黑棋粘上力，对，然后黑棋选择的是顶，对，可能别的场合或者跟这个子关系不大，黑棋就有可能会飞，飞，但现在他可能觉得这边多了接应，多了个子可以顶，应该是因为顶你现在拐不下去了，没这个子是不是可以拐下去啊？这样的话直接挡是不是就挡死了？直接挡是吧？对，然后不给你那个机会，这样他连扳，你扳我就退，我们可以看到全都走到这个子，他让你爬不动了，你扳张我就点你，白的已经死了。对，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对，这样我就点杀。你再爬我虎住，就这个子很有作用，它给挡住了白棋的去路。而脚上呢，黑棋因为有四口气，所以白棋的对杀也是气不够。这不能往下拐，往下拐我都不用加了，给你个回头是岸机会，完全不给，挡死了还。所以那白棋只此一手。对，只此一手。往外拐，黑棋能够对爬回来。这个局部黑的这个棋形还是不错的。对，往外一闯。这样比什么单飞的话，其实黑棋在这儿这一手棋是基本上是最饱满的一个棋形。但当然白棋多了这两个子呢，可能对这两颗棋子呢会有一定的影响。对，其实现在就看这个加，能不能加得住，之后的这个战斗就很关键了。这个因为白棋如果不能加的话也没有特别好棋形，如果你压的话黑棋就出头了，这颗子也很有作用，你搬我就搬过，对，也没什么影响。对，你如果就只是简单就走一下，那我们俩形成对跑，那我这个目数还是很实惠。因为对跑之后你上边还是有点薄，上边这个棋形还是不好走，哪怕你再拆个二，感觉这棋形都不完整。 对， 对，这地方不好处理了，一旦黑棋出头，咱俩这块对跑，比如说你跳我就接，你上边这个棋形不好走。对，你只要步伐一大，就我就各种碰啊断，然后你步伐小，你这个离那个的距离也不是很满意。对，步伐小将来打入你步伐小的局部还不火，对，这棋形自己如果处理的话就比较难受，所以白棋这个也是想要通过整形啊，必须把自己处理好，这个时候松不得这个劲儿啊，白棋要比较紧凑。对，那当然对于黑棋来说他也不能接受这两个棋筋被吃，因为对于黑棋自己虽然在这边有一定收获，但是本身你有两颗棋子，别人一碰你就把你的两个兄弟给吃了，你也是接受不了的。这棋筋嘛，这个不要了还是有点心疼，挺大的。这个当然这地方要看计算了。对，这是挺复杂的一个战斗，可以冲白棋退，那这个地方头绪比较多啊。对，黑棋等于这个时候眼见的呢，就是白棋外面呢是有一些断点的，就黑棋现在在考虑的地方就是它是比如说直接去往下走呢，还是说利用这儿然后去每一个都撞棋，还是说就它这地方还是有挺多考量的。所以第一反应这个肯定是要算的嘛，那个我觉得第一反应一定要算一下冲断，冲断白棋肯定跳跳真子有力，应该跳要好一点棋形。现在黑棋就是说单用这个的话呢是争不掉白棋的，对，争不掉白棋，但是黑棋有可能可以通过上面就再去要这个先手，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直接吃你跑，我这么争不掉不行。对，但是但我希望对，如果你还立的话那我一挡，这个白的好像不行了，现在黑的压这个，所以我上面要跑完拐，如果你走上面从黑的拐过来，这个争执正好争掉。对，所以应该说黑棋如果吃这个的时候白棋是不能立的。白棋不能立。对，但实战黑的没这么选择，我估计他肯定也看到这个图了，他是觉得担心白棋现在打这个吧。这样我踢打吃。对，这前面好像都挺必然的。对，然后拐这个，这我打吃，因为出其无劫，白棋肯定不会做劫。但是我可以粘上。粘上的话呢，我杀不过你，但是我这一点，对，这个地方气我们，我得用这个。对，用这个，用这个我一搬。
这样的话你收气是能把我吃掉，但是我可以先有抽两、嗯、你可以在吃之前先，对，这是我愉快的地方，爽一圈。对，但是爽完了呢可能白棋上面的这个配置间距也还不错。所以刚才我有没有猴子我这样、啊、你就紧我一气，如果我爽不到、哦、爽不到这圈就是你也有纠结的地方啊，本来你是在这儿好、嗯、但是现在如果你被我滚包你可能又想在这儿。我在这儿确实好处也很大，这个靠也是眼见的黑的一个漏洞。对，这所以你这个就纠结了、哦、这个这样你也爽不到，我也不知道哪个图好。嗯，但总之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说、嗯、黑棋上面呢会被白棋先手提俩，就你可以吃掉这五个子。但我感觉黑的不便宜吧，我如果就算猴出来嗯。就如果这样定型的话你爽不到，是不是这个也别跑了、啊、我们就这样算了。那我提我把王，那你补一个也还可以。问题是这样你打我吗？你不打我真死了、嗯、对，那我们其实可以给亲友们看看，如果是这样定型，比如我吃你收、嗯、你就收到这儿就行，其实那一下也关系不大、嗯、就如果是这么定型的话就是判断一下，这黑的不便宜吧，黑的吃了十目出头，那、嗯、这俩拔的有点太厚了。对，而且这样白棋就这个子的间距还是很舒服的、嗯、它也不是说离得很近，对，它是一个正好开拆。嗯，黑的可能对这个图觉得不太满意，对，所以他没有选择冲断，冲断就比较必然了，大概就下成这样了。对，所以可能这也是黑棋的担心，他觉得虽然我吃了一定的时控，但是外围白棋很厚、嗯、而且感觉上配置不是那么满意。嗯，那就是冲断他不满意，我们看看他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别的的话好像也就是要么往下走要么靠这种，因为这口气你不能乱撞、嗯、这种气如果撞完之后就走不到了，就我立了。嗯，我立这个棋白的就很紧凑，全给你紧住，这黑的要出事了。哦，就都来不及。嗯，对，你这口气不能乱撞了，所以除了往上冲就只能往下拱，靠靠不行，靠我冲了吃，就是你把我提一个，靠不行，靠我，对，就给你拔了。对，这样你再冲的话我搂包，嗯，搂完包你可以扳我，再连扳我，好像这个好像黑的也有点顶不住这个压力。对，这个字也挺有用的，就是好像你打我一下再一退，我这个应该是黑棋不太行、嗯、这不行，这顶不住、嗯、那就是排除所有的其他下法就剩下这个了。对，所以这也是他的实战，他实战他就是对冲断上面那图不满意，大概就剩拱下面了、嗯、就这两种下法。对，那这样的话呢黑棋因为少撞了这一下嘛，白棋也就算了、嗯、这样会形成一个弃子，这样就比较必然了。这个弃子，但这一棋其实弃子之后白棋比想象中的要厚，因为它这个立是先手。哦，那立里边的一走黑的是死的，所以这个有一个立的先手，外面比想象中厚，就也不存在什么加的东西。对，因为如果你力不是先手的话，理论上来讲我有一天还有可能断你、嗯、或者说加了跳、啊、对各种这个手段。对，但如果力是先手其实就看起来白棋就蛮厚的、嗯、而且这个硬腿对于这两边的联络。对，是，其实这个棋我是觉得局部下成这样、嗯、可能黑的也能接受，黑的实控也还可以，嗯，围得挺大，但是这个棋白棋好像配合不错，白棋下完这个棋之后飞过来，他这个如果是空的话效率其实是偏高的。嗯，这可能白棋就得分了，如果这个配合下，因为正常我们知道我们围控肯定是什么三路四路、啊、对、那个、他现在白棋一般能下到这儿就非常满意了。对，他这个头翘起来，而且因为我们刚才说力先手们就比想象中厚，你也不好来打我，如果这都是空白棋应该还是比较不错。嗯，可以满意的，所以可能在这个地方啊，就黑棋在这个局面下选择这个定型未必合适、嗯、就感觉白棋通过这个积极的这个定型转换，白棋取得了不错的配置，应该白棋得分了。嗯，然后黑棋的话也刚刚说上面不太好处理，他先把下面打入了。嗯，就是眼见的大的地方嘛。嗯，眼见走个大场，让白棋插逼一下黑棋出头。嗯，这也比较的，这样的话白棋其实
就两种思路，一种就是说跟着黑棋的这一带，或者说从这边走，还有就是说这一块其实也没有定性。嗯，我觉得他实战的思路好，顾子豪实战下法我觉得很清楚的思路，这是飞地的好点呀。嗯，就如果你跟着我爬四路，那我这一路过来我两边就呼应了，太大了。对的，就是正常我们觉得好像压四路是什么亏的，但这个你爬四路我好开心啊，因为我感觉我这个的价值比你这个边上的价值还要大，因为这太宽阔了。嗯，一是这是我的潜力，二是子多了对你这块棋的影响，将来的搜刮进攻也都有好处，所以黑的这时候不能接着跟着硬，但你不接着跟着硬你也不能被我挡下去，对，这有点太严厉了，所以黑棋实战也没办法，他只能冲断战斗。但战斗呢又是白棋喜闻乐见的，因为白棋厚嘛。嗯，所以这种棋就感觉是一种是种阳谋。嗯，你硬你不满意，你战斗我欢迎，对吧？就黑的就感觉有点进退两难那种感觉，还是前面的配置我觉得白棋好的原因嘛。嗯，对，而且其实从开局黑棋的招法来看，我觉得从风格上本身许家阳肯定是不太愿意进行这种就是通过这种冲断的方式去战斗的，没办法，但现在被逼的，现在就是说你是我们是想把平稳的过渡到中后盘，但是你的子效如果不如对手的话，你不战斗不是摆明着就劣势了，就亏了吗？对，所以从白棋的角度我们的慢羊羊也是从黑棋的角度也是退无可退，必须要冲断。嗯，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但这个战斗总感觉黑棋偏勉强。嗯，因为这个角上感觉就是会有些搜刮，然后中府的战斗黑的就担心的东西比较多，因为你这是块孤棋，下面这也是孤棋，白棋明显是处于主动的一方嘛，我后啊，我就对，黑棋在冲断之前先尖了一下，做了一下准备交换。嗯，就是在冲这个稍微好点，但是这脚也挺薄的。对，但他觉得如果冲断完了以后可能自己脚上没活，因为他对于黑棋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要抢中间的头，他不太能接受比如说我脚上再补一个被白棋走出来，那这样的话这两个子其实就是对着人家的后势，这只能往这儿走了。往这儿走可能方向就不太好。嗯，所以黑棋的构思是说如果我能把头抢过来，这样的话如果咱们双方都活，那我可能这个子还能，问题是活肯定是能活呀，但是你这个棋会被我搜刮。嗯，白棋其实也很简单，也没有说要发力多狠什么，这已经收获很大了。嗯，我通过这个战斗把黑棋这个边上的潜力首先全破了，这本来是黑棋的潜力嘛，把你的潜力破坏了，然后这个脚里一顿搜刮就捞了很多实地了已经。嗯，所以白棋其实这个定型就不用说之后攻击能有什么收获，已经我觉得收获很大，拐一个。嗯，就是拿捏黑棋的棋形，黑的这棋形一看就有点怪怪的，这个拐完一跳啊，这个看上去就是要付出代价的。对，因为本身呢可能从官子的角度跳呢黑棋就是还可以走一走，但现在的话感觉每个地方这个棋形都有点被白棋卡在这个要点上，就有点你得活呀，你得这找出一条做两只眼的方法出来给我看看，然后白棋通过定型感觉不，白棋就比想象中的厚嘛，因为你活我感觉白的就很厚。对，因为黑棋的角度是最清楚的呢，是可能这虎一下做个眼，但是这一打吃呢，你的这几个兄弟可能就有点问题。毕竟还是有七金属性的，这几个掉了，它目数当然也挺大，然后主要这样白棋就特别厚。嗯，所以黑棋在做活的时候还受到就是要照顾这几颗棋子的一个牵制。嗯，有点难受，这个确实我们大家就这样肉眼看上去也会觉得黑棋现在做活不是这棋形。不舒服，这棋形会被刮，它这个棋的形状，但白棋就紧，有点歪。嗯，现在黑棋也没有办法再走，你还是得补回去。对，但我不能这样被你扳死，所以它这个其实是急救一下，就把这个先连一连嘛。嗯，对，这样嘛，这样的话先连上，然后再做个眼，再做个眼。
这就是这个棋，非常的奇怪。这棋如果我就提的话，黑棋是就……那我只有粘，我还能干嘛？我就粘上。那我这地方，这还好吧？你稍微打你一下还好。后手。对。那也还。那就算了，那白了就不走了。就算了，以后吃这个也是后手，吃这反正我也脱心。嗯，提了提我永远能打一下，我能打得到就行。嗯，还好棋精是救回来了，但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脚上现在被刮成六七目，已经是被搜刮的挺惨的了。嗯，对，然后白棋那就觉得先不定型了，白棋先从外面走一个，还是走这个。对，这个棋就是这个战斗，黑棋其实已经付出了挺大代价。嗯，黑棋其实就是强行啊破坏白棋这边的潜力，把这个白棋外围的潜力给它消化一下，但是呢这个实地付出的代价却挺大的。我觉得白棋就正常定型，黑棋这棋实控看上去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了。黑棋应该其实主要就是靠这块空，外空没有多少，我半占先手倒不用收起吃是吧？嗯，八十三十目棋嘛，在这个角45目全盘，45目如果这块空应该怎么进不来的话，这块有个15目，嗯，这里这块15目30目，嗯，是003，就加起来10点个10目不过分嘛，嗯，然后主要这棋黑的还薄一点，还是白棋偏厚。就可能说白棋也不是说优势有多么巨大，但这种比较厚的棋其实黑棋在后半盘收起来的时候是比较难收的。你这黑棋实控没优势，实控没优势，你潜力没对方多，你棋又没有对方厚，那下着下着就不够了，不好下呀。对，所以黑棋这个时候呢，它本身呢，如果说处理中央，它可能有很多种方式，比如出头或者两块联络，但从黑棋的角度来讲，它需要去更积极一点，它想再去追究一下白棋的保卫，他觉得我先问问你，你怎么？这个棋看上去其实不大，但是仔细去体会一下，其实看上也很挺大的一手棋。本身目数其实如果说以后黑棋走一下，有一定目数，对，然后主要对后薄来说，牵制力比较强。嗯，白棋，而且这个地方白棋要走了，注意就是这种步伐比较大的话，其实很怕这一靠。所以白棋补了一个，补嘛，白棋补在这儿，补在这儿，也是挺追求效率的，因为本身可能这块的联络可能是往这方向走，但他觉得我如果走在这儿的话呢，对，因为看的也比较轻，这几个子你非要怎么着给你吃，我就转了，问题也不大，可能那我们看黑棋啊，但黑棋说不大呢，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棋筋，我还是要问问你怎么硬。怎么硬？他这个还挺有拿捏棋形。首先先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就黑棋的预想图肯定是希望这样，就你一走我再一冲，这样。这是什么？哎，但这样外面我扛得住是吧？不行，你感觉白的是不是要出事儿了？这样，因为白的其实气比较紧，就是如果你这样走完拿不住这儿的话，这个白棋白的三个不能要了嘛。所以还是别了。这个可能它这个飞感觉很有弹性，下的。哎，如果我现在先走这种，它是不是就不要了？就算了是吧？你可能也不跟我飞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就不要了，顶就算了。因为这样我虽然吃掉了你，但是你多了这个以后，其实这下面的木我已经你多一后手，这半占先手刮得很爽，然后争个先手占大场。刚才说黑的实控也不怎么样。所以这个地方其实顾子豪还是很清楚，就他虽然知道自己这地方棋形有缺陷，但他觉得就是抓大放小嘛，这三个子就可以看清了，挺清灵的，这飞下的还是挺清灵的。对，这个时候，黑棋实战的下法，他也是大概差不多跟你实战那个刚才那个图，对，那等于他就不吃在那儿，但是他就留着嘛。你刚才那个图可能是只能吃了，因为你那个棋形的话，
不太好，太薄了。它这样更厚，它这个吃不吃自己可选。嗯，就我随时呢，想吃我就把那留个后门，那就随时可以吃掉这个七斤。但是暂时来说，如果现在吃其实不大嘛。嗯，所以它就可以有空再去上面试试应手。就刚才说了，黑棋如果正常下的话，效率其实时控并不占优，所以黑棋要搞事情的话，也只有在上面搞了。上面利用白棋是不是他抓你？没有，对，你没有先问掉我这个抓你这个机会，回头你哪天这个子儿我这个可以弃啊。嗯，所以他这个抓住时机先来搞一搞。那这个时候因为白棋已经走不到了，所以他就不能立下去，还是粘上。粘上黑棋是飞出来，对，这应该是胜负手啊。我觉得黑棋下的挺拼，因为现在形势应该黑的并不太好。嗯，黑的这个应该算是胜负手。对，因为我跟我们刚刚分析的目来看，其实白棋在这一带我感觉涨了，比我们之前就是比较虚花花的来看的话，白棋涨了。而且这地方我搬粘一下先手，黑的目其实又缩了。嗯，黑的现在这两个角加起来大概也就是五目棋。对，所以对于黑棋来讲，他既然这里厚了，他就希望就把你刚刚这个地方的目数能不能给破掉，很拼。对，嗯，飞的话你现在还渡不回去，他就是想黑的能不能渡过。哦，他就破空嘛，头出不来的，我想渡过，但现在渡过就有一家。对，这个连不上，这不行，这个冲被人正好打完爬回去了。嗯，连不上，连不上的话他实战就说我要这个子，对，他就有了这个我就能连上，他就想渡过。嗯，其实这些用意很明显，就是我就想瞄着这个。但是呢，你如果直接阻渡这个呢，那这地方我一跳是吧，你这个气也很紧。但是他摆在这地方提一个黑的也很麻。哦，他先麻你一手。啊，对，吃嘛，你现在也不能扑扑，这断打完提，嗯，脚上打结了，那他得冲这个。哦，那交换了一下，就交换一下，然后再提回来，嗯，然后白棋就分段了。白棋确实，他如果简单的下，那这个如果能下成这样，黑棋收获太大了。嗯，黑棋等于说一手棋逆收了上面这一大块空，而且走完这个，这是不是将来也未必需要收棋吃？对，如果我还能做出眼来的话，关键是白棋好像这样的话，黑棋这中间含的，就白棋在这个地方走就是单关，单关没用。嗯，对，对，所以白棋实际上这个立下分段，嗯，还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他应该也是算清了，就这地方你是杀不了我。对，你可以出头，但是呢，我立完以后，因为以后随时一走，你这个地方是吊着的嘛。那只要咱们如果是对跑的话，那。就这个结果对跑白的太主动了，因为对跑的话这个应该算是非常厚的后势，随时这个留着个尖，那这个其实很厚的跑出来，你这毕竟还没扑死呢，没战斗呢，哪天说不准黑的我还有可能跟你，对，就感觉黑的欠的问题啊却比较多，如果形成战斗的话还是黑的更头疼。你看，那么黑棋，当然黑棋肯定还是要跳出来的，那挑出来，对，是挑出来，挑出来我先提一下尝尝气，然后把你先打回去，然后他主要跳这正好一靠，就好像就没办法，只能形成战斗了，黑的不能冲。对，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冲的话这个棋好像就怎么下都行，我感觉啊，这好像就贴嘛，嗯，就最简明的应该就贴，这个拍的不太行啊，这真子嘛，对，这个大家应该看得比较清楚。嗯，那这个不能冲，不能冲，那就你只能走这边，只能走这，就那我就简单战斗了，我就粘上。那这个棋，黑的有点勉强。我感觉黑棋可能就太勉强了，这个下法。嗯，但我们不得不说，黑棋刚才是胜负手嘛，如果不搞事情的话，黑棋这个刚才就控不是特别好。嗯，对，就虽然可能大家觉得棋盘还很空旷，但是从他们高手对于局面的一个判断来讲，就黑棋已经知道我空也不多，然后棋薄，然后而且就是未来的走向我还有孤棋，嗯，所以他可能已经预见到了我的平稳过渡很难争胜，嗯，所以他放出了这个胜负手，就从这里
像一个深水炸弹一样，希望能把白棋的空给破掉。空是破掉了，但是其实首先就是你这个破，从现在的成果上来看并不大，因为我们刚才说这地方大概白棋能点个十五目，你就算你破了十五目，破了十五目，这地方欠一手棋，这手棋大概先还回去十几目。肯定的，因为我白棋一走，你死了，和你黑棋。那这手其实二十目价值总是有的。那现在你欠一手，等于说我们折半算，你先还个还债，先还个十目，你可能收获也就收获了五六目棋。然后我们俩战斗，我俩战斗的话，黑棋明显是被动挨打的一方。对，因为我现在本来我就很厚，然后我还含着你这五个子，也就是说黑棋基本上跟这边打是无疑铁败。但是当你今晚被我一拐的时候，你说你跟我这边打，我觉得你也很勉强。而且我总感觉你要是再硬，我是不是都把你摁进去了？对，直接弄死你。对，所以其实黑棋的这个胜负手，虽然他是去拼搏一个争胜的机会啊，但如果说在白棋全都应对无误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是加速了自己的这个局面。我感觉已经加速了，这个棋感觉走比刚才更惨。刚才就是形势明显不好，就空不太好，战线漫长，可能看看有。现在感觉就有点搂不住了。对，因为就确实像我们说的，刚刚丁老师给大家算了个总账，就你别看黑棋破的目多，但你其实可能实际收益大概就是五六目棋。那这个中间现在黑棋的这两块棋，它怎么收场？收益真不大，收益你没破多少，这还还债先还，还得找时间，我还得找个时间去补一手。对，如果白棋把这吃了，这整体这战斗感觉亏了呀。对，目数就亏了。是的，而且好像现在确实不能要这个了，是吧？要的话，这过来 也确实不知道这里面，或者我就算是走，可能，反正两块黑棋很累。是这个棋下的也已经很痛苦了，以后你到底铺了吃不吃？你这铺了吃，这个棋形已经先被搓的。就这手棋本身也很不愿意下，忍不了了就。对，但是你不下呢，倒是白棋下的也挺有价值的。就如果被白棋吃了，好像一下子这五个子就处境很尴尬。你下嘛，反正我俩好歹名义上是大家互跑，是这对攻。你不下嘛，反正都看清了，你就被动挨打就完事儿了。但他不下，他是想争先手，因为黑的还必须要去腾出手来走这个。对。黑的还很忙的，那个黑的先忙第一件事儿，签的东西比较多。那我先把这棋筋吃了，然后就是得忙这上面了。对，因为黑的只有走到这个时空上才算是可以，这个打入这串算是有收获。你这个都抢不到的话，这打入都白忙活了。而且毕竟嘛，你把这个吃完，你这个。怎么说呢，白棋呢虽然也不能说它危险，但它至少两只眼呢也没有完全明确，就还算是揪着一块棋跟自己跑。白棋这个两只眼只是不完全明确，但是这个眼位小明确，两只不完全，一只半好像很明确，至少是。哦，这上面有半只，然后这铁的，然后算了，我可能还是不能跟这块棋去有想法。你说两只眼不明确是，就确实。不完全吧，但是八九不离十。对，所以黑棋可能还是最终是自己一个人被动挨打，他找不到一个跟他就是形成对跑的一块棋。就跑不动，这怎么跑？人家两这个眼位没法比，黑的是真的是一只眼都没有，你上面赶紧下都做不出来眼。白棋想活一手棋的事儿。而且人家白棋的头说，我其实好像跟你比起来，我也不差。明显好多了，那还有各种先手，到家了一会儿。那所以黑棋只能先联络。这棋，其实再想一想，就是如果说黑棋刚刚跟这个比的话，就破了这些目数，但这个地方被白棋顺势抠回来，扣掉黑棋本来含着的目。这可能得不偿失，收获确实甚微。这个有点难。其实虽然别看我们可能现在下到这儿，其实手数上可能没有特别多，但这个格局对于黑棋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盘棋。对，就是刚才好短棋局未定型地方，黑棋就算释放出胜负手，但现在就是这个胜负手下完之后，其实趋向于更加简明。这个白的越来越厚了。对。而且白棋就这时候他就一步一步跳，
注意到黑棋还得补棋，这个棋形他跳其实是在威胁黑棋的断点，这套完有一挤，对，就走完黑棋得补棋，不补靠完挤一个死了。对，那怎么办呢？补。那你补的话，他补在里边，确实他这补在外边不便宜。补在外面好像这还有挤。啊，这就很这已经死了。就是难，黑棋非常的困难，这个棋形。所以就是好像没什么。这种棋，反正效率已经不谈了，只能是活着就行。对，但这个位置其实一旦以后白棋没有后顾之忧，这种点一点，我觉得黑的已经快哭了。这个棋弯弯绕，这种，对，就是属于没有眼，而且无比的重。这块棋其实对于黑棋来讲已经是很头疼的一块棋。那白棋先把自己补好，因为这地方黑棋毕竟还是能很慢的。白棋还得小心，这个棋得小心。这地方有一扑了打。对，确实这可能刚才没注意，地方有扑了打。有个分段，那这整体毕竟白的还没活干净嘛。而且白棋毕竟现在形势一片大好，那肯定是安全运转是最重要的。这推一个安全。这样白棋真的是全盘没有一块有一丁点。推一个，连这一目棋都不要了。安心的地方。不要了，不要了。这有可能是白差的一目棋，好像这不顶住。连劫财都不给你。这个确实厚啊，白棋这个地方眼够了，我这全部连上了，这个我一个无忧角加个拆二，你应该不能对我有什么想法，所以黑棋现在只能就是自己中间争取能够把自己的孤棋变成隐约能不能成点木啊，还要成木啊，那不成是不是也不太满意，但怎么办，中间还能成空吗，这个你看黑棋走活着就算不错了，黑棋点一下啊，这给你然后啊，飞过来，想沉默，确实想沉默。可能本手本来应该是怎么连一连，但他现在这个形势所迫，这也太薄了，真的沉默。主要和黑棋薄形成鲜明对比的话，就是白棋已经厚的，除了你把我断开以外，你走多少手，我也是不可能有这个生命危险。中国联通，太厚了。白棋还可以搬战。哎呀，厚，愉快。白棋就是非常的愉快。黑棋还不能，黑棋为啥呢？不能。他是不是担心我就给你啃了呀？这棋我现在不是可厚了吗？还有打了扳，我觉得你还是挺怕我这样的。确实，这还有这种，现在就现在白棋已经不用讲道理了。对，这个、我现在不用讲道理，你这个分段我好像除了你自己没活以外，我好像很开心，对吧？你长我可能还要就出来之类的，反正至少是留着嘛。白的也不见得马上要动手，但这个黑的肯定不能接受有个定时炸弹。对，所以这一扳粘对于黑棋的一个惨痛的问题就是退是这个、有一点关系。退可能跟班长想的深远，更厚一点。那黑棋同样的，所以他这个力他也不太行，力的话被一样的，对，那就是只能这么活棋了。这个已经这个局部的目数已经很崩溃。好歹是打八是后手，还可以最后安慰一下自己。然后白棋就要追究黑棋的薄腕，肯定要追究。你说你像围控这个东西。太不现实了，太薄了，这个黑棋。对，就白棋只需要我自己这个子随便跟哪一连，或者说我就白的不是要连吧，他分段你啊。我分段你，你不就不活了？他是要分段黑棋，这黑的感觉就是这个感觉到处都漏风，就整个棋形就是一个漏。对，怎么办呢？先连一连这儿。就看上去别人对你靠我这边挖一挖，反正我这儿是在这边没问题，但是这个靠段看上去就挺严厉。这我怎么办？我不好办，要凉的感觉。这棋太苦了，难，非常难。黑棋这个首先肯定不能被白棋穿过来，那现在我你不走我打死了。那我无外乎就是这两个，就我如果打这个我就得补一个，是吧？我如果打这个的话，我就得怎么补一个？那你就随便出来。
我跳跳啊，你还要不这太难了，太难了，这都这哭出来了，就感觉、嗯。那算了，我还吃这个吧，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也有点兄弟打架的感觉，黑的现在基本上已经有点烈性的感觉了。嗯，这我咋办？只能压了。出来。出不出得来都难说，这走多了不是有半段吗？嗯。那也就是说我都不能管是吧？我如果管。管我还在压压吗？对，就是说我下一个就用不了，那我得把紧住你的气。这个确实是拼的，也只有对吧？我这个拼到防住了你的扳，拼到脸上了。这个其实说其实扳这个太勉强了，但是从招法上来看已经是。哦，对哦，如果我这边出来，我怎么觉得这我好像活动空间很多。勉为其难，这黑棋太勉强了。嗯，这得补啊，这东西。得补。他只是眼前的这个问题给你防住了。就是防住了扳。但是呢，白棋说我不扳，我从外面来，你怎么活？这要死的这个。嗯，主要是白棋是铁后，就这个地方可能大部分时候本来黑棋做活的时候、对于白棋有眼型的话，你可能是从这一带杀，就是至少还得在上面杀，但现在这个格局可能对白棋来讲，就是他惹急了他就完全可以从一路各种手段、就他自己是没有后顾之忧的，所以其实这里面可能感觉看辜老师这个招已经是觉得你这边应该不太行了，看看黑棋怎么办。黑棋先贴，找得到活的方法吗？就看白棋怎么来弄黑棋。嗯，白的其实也就收手，其实也行。嗯，但黑棋就是中间可能收获了一点。嗯嗯，能 看能不能活吧，或者说能不能活得体面一点。如果活得被刮得很惨，可能也。不行了，对，白棋就抢先随便收收官，就刮一圈感觉空也不够了，就可能活还得活得好一点。嗯，看看我们这个辜子豪九段到底是刮一刮，还是他觉得他可能是要吃棋，看看能不能。那反正黑棋先找眼位，因为看上去这里嘛，这里有一只铁眼，但现在黑棋就是。这一代应该是没有眼，是吧？没有眼，这哪挤得出眼来？就是我怎么挤，你就全部硬住，我这个没用。没有，我得打了粘。啊，打了粘，这要不跟下面？抓你做眼、哦、就是只眼嘛。对，那就是外面也不太像有什么棋。外面也就这。你断我就猴，应该没什么东西吧？嗯，断我猴啊，没什么事。上面也是活的，上面很明显这两个剑合、已经活了。对，我这是铁活的一块棋，局部是进火。嗯，那好像你不太可能说没事，这不用看了，这一点用都没有、行，那就是上面黑棋没有眼，然后最多就是说这是只铁眼，然后就看这做眼嘛，就看这能不能有眼。那看起来一般来讲这一飞感觉还是眼够的，对吧？一般的棋形感觉这个棋形就不一定了。看看，我感觉是明显不太够呢。嗯，对啊，吃这个先加强一下这三个棋子。哦，然后拐这个，先拐一下。那感觉这拐完，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招法一上就是基本上拐完猴一个。猴一个摆在外面走干净。对，如果你再跟着硬，我就破你下面的眼了。下面是怎么破呢？这其实那怎么是最简明？拐一拐。哦，好像很简明啊，就是拐完跳这、哎、就你拐完拱一拱跳一跳，对，好像就死了。嗯，好像非常还挺简明。这再拱一拱，对，这都是你的。行，靠也行。嗯，靠被打了飞死。靠呗，靠不能跳吧，跳比较小都没有用。都弄不死白棋，对，关键白棋他这眼位就是我还不怕你断我，就是我完全断我也没有用啊。对，就是我不担心任何的这种手段，就没棋，一点棋都没有。嗯，不行，不行，那好像就死了吧？是不是？基本上
就不行了，这如果不做上面演的话，也下面是不是也没什么，也没用，就挡一个。下面怎么交换都挡一个，就跟着我硬，可能你就靠了退。嗯，对，对，好像也没用。靠了退，嗯，行。靠退我一拐呢。哎，靠，不能这样被飞死。那我看来这种靠就不太便宜，靠不太便宜。那我还是就这样，我以后拖你是不是没？哎，拖你可以退。挡一个的话，我是应该拿比较好。退。我靠你是走什么？我搬，你要加我。当我加下来，直接就没了吧？哦，你不跟我整那些虚的了，直接我好像也没气儿。这没了，你封不住啊！你非我靠断打一下之后，力就有断。嗯，不行。嗯，好吧。那靠你搬不出来，你搬不出来直接拐没用，直接拐我可以挤。嗯，你可以跟我打。就需要搬到这一下。你可以跟我打结活。算了，太累了。嗯。好吧，那挡这个也不行，所以黑骑士先煎一个。嗯，煎一个，对，这样把这个靠势防住了。对，但是当他挡的时候，白棋就不跳在这儿。这个比跳更狠。嗯，因为这个以后我这靠完一度过就把这眼灭了，跳在这儿这是只铁眼。对，我拖你就退。嗯、这飞在这儿这不是眼了，如果你坐上面那只眼就有靠完爬过。嗯。那就不行了，好像这一点是不是黑的就没有什么办法？就这半只眼和下面这个眼是、嗯、你是难以两全的，已经死了，这个挺清楚的了，这个暴毙了，嗯、但没办法，只能也就说之前拼嘛，那之前不拼也不够，就拼，反正是太勉强了，嗯。对，所以整体来说，其实可能黑棋还是前面感觉布局有点陷入，比如说到白棋飞压以后，嗯，就有点陷入到对方的这个步调当中。那定型亏了，那定型，嗯，也不是说局部亏了，但是整体的配合上来说，被白棋飞到这儿，好像白棋是比较得分的，导致后面黑棋不得不去拼搏、去战斗，但是略显勉强嘛。嗯，对。所以其实基本上感觉黑棋的这儿的招法就体现了他对局面的一个不满，但是这里的胜负手之后其实到白棋挖死就是感觉是加速了这个局面的这种困难的程度。 对，这炸了，这后面下的这个白棋就太舒服了，太清楚了。 对，感觉就从白棋的角度是很好处理的，就是自己棋非常的厚，然后木也不太差，然后但是只剩你一个人在中间忙活。嗯，好掌握。 对，所以最后呢，黑棋其实从招法上可以感觉到他应该也知道自己是过分的，但他就是为了争胜嘛。但这个顾子豪九段也下得很清楚啊，这里在死活上也看得比较简明，就到这一大飞黑棋就不行了。嗯嗯，那这样的话，白棋凭借这一大飞呢，就是吃掉了黑棋，就取得了中盘获胜。嗯啊，这样的话，顾子豪九段是顺利的挺进了下一轮。嗯、那明天呢，我们会继续给大家直播下半区的比赛。嗯，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棋局呢，就为大家讲解到这儿。然后明天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明天的直播。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下次再见。再见。